所以前面的几集都是铺垫是吗？总要玩的。总是逃不过这一出。但是有一个好消息是，大家可以自由选择挑战哪个项目。肯定选折返跑、跳远。也可以两个项目都挑战，但是我们会取你们更好的那个成绩。每一个项目里只会决出前两名，可以获得奖牌。 那我们先请湖州师范学院体育教育专业的同学张红角来为大家演示一下往返跑跳高，请准备。成员需要从起点处开跑，在跑步的过程当中，跳高杆会不断的升高，成员绕过往返点后返回，成功越过跳高杆就算成功。哇！懂了，他一直在升啊，跑得越快越好。 我们给大家挑战的是十米，这个是基本上都可以完成的，15米稍微难一点，极限距离是20米，大家先热个身，运动一下，巴拉筋什么的，热个身。谁先来？超越呗。我们先让超越组，超越组，超越组，我们让饼干先来。哦，先感受一下，先感受一下，坤哥，20吗？小明20，20对，行，先抑后扬吧，就这就行。曹老师先确定一下你要挑战的距离。 这不是这个吗？这个是最简单的，我也差不多，我女生组的。欢迎你，我们每位球友两次机会呢。峰哥，你加油！曹老师第一次挑战，请准备。来呀，我有点紧张了。没问题，不用那么行云流水，不行就断开给你拍。你能卡是吧？来吧，来吧。好。 3、2、1！哎呀妈呀，这跑的！哎呀妈呀，这跑的！哎呀！加油！加油！哎呀！ 少林功夫，无影脚啊！这是，曹老师，你的口水是怎么回事？口水都跑出来了，你知道吗？是吗？可以再来一个 double 20吧，20，30米都没问题，30米，20，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20，行。哇哦，大师哥帅，这个挺难的，这就是最远的了，这是极限，我们觉得挺难的距离。 对，动作行云流水，一点没犹豫就钻过去了。